谢子麟早年离开了《爱回家》剧组，2021年开始经商，还同香港新方向成员马志恒结婚，他还做根德夫人，陪老公出席选举论坛，又一起摆街站，去到电视城参加选举论坛，力撑参赛。继早前两公婆探大王安德尊之后，日前他们摆街站又巧遇 TVB 未来花旦吴若希，吴若希还搭着他膊头合照添。